将你拄好，还才拄到你啊！我是来请他做医美疗程的啦。只要你好好检查，医务箱内面是不是真的陈女士所讲的，是医美器材，我就知影你是不是讲白贼啦。那台已经顺利植入江小姐的母体内底，刷了吼，就等电锯啊！四十多年前啊，咱陈家会帮白罗这龙家线体，并不是因为朱月平等咱用美术造成，其实是迄个潘心毒的江导先做。木行管理员讲哦，有人弄入去咱家的木行，不要乱来啦！我陪你去，看卖什么人遐尔好大胆。伊害我四十年的复仇计划变作一场笑话，一口怨气我一定爱出。你真正无法度把我当作是亲人来看他，是你上爱滴我的。啊，若你甲万金玉，就只是甲别人斗三工，伤害阮爸。你若无想要甲我斗三工，那呢，你就想较远呢。伊在世的时阵啊，敢做出逆天改命恶毒的酒，甲恁阿公娃娃逼上绝路，把咱陈家子孙受尽拖磨。今仔日我就要给伊人死了，嘛无得安稳。我唔准你甲阮阿公安宁。就因为这酒才受过恶毒，阮爸才这样掠过。免管我这废话，先别开。我让我们带人有什么代志，我嘛要负责。哎！